大家好，我们城市的改变，工地的改变，我们生活的改变，离不开我们勤劳的双手哈。今天呢，继续分两个外墙，沙墙穿起，开始干。今天吃的鸡肉，还吃的南瓜哟。不是熟，不熟。快滚吃完了，哪个地方熟？先拿去。你坐哪边？我就坐那边喽，来。那我就坐那边。来。快点来吧，先吃个鸡爪爪吧。啊，哎，等一会儿吃。哎呀，毛爪是给的。你既然属鸡，来吃个鸡头啊。我既然属鸡，我一直都是好不好？你的属相属鸡。哪一双箭头是属鸡？别走哦。穿上属鸡，属鸡的人他不喜欢吃鸡头。大家有没有属鸡的人喜不喜欢吃鸡头啊？好，那把你属狗的人喜欢吃狗肉啊？我属狗的人就喜欢吃狗肉。这不是狗肉。咕咕咕，鸡公叫了。不是鸡肉，不是的。先看看鸡头哈。今天中午的鸡是母的烧鸡哈。好吗？鸡头的脑花儿多好吃的啦！你就是那吃鸡头啊？我吃搞搞，不吃完了，今天吃。今天转两颗的还是可以哈，大家有哪个转两颗没有？今天呢，我们这边达州哈，天气就两颗了。前一段时间把我们热惨了。快走，是那个光嘎嘎。一只嘛，那个。一只。好大一头鸡肉哦。光嘎嘎的哦。我对还少啊，光肉留给你，我肯定不吃。这辈子是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，是哪个对哪个好？你说啊？他说我对你好是？都要互相彼此的好。老人说好好的。你对我好，有了你，才有了幸福的。废话，快吃肉！距离太远了啊，真瓜香啊！你把那个爪爪吃了，来，我吃那个爪爪。好了，你吃我吃。哎呀，这算了。我吃那个免下心了，要慢慢的啃。我的粗鲁的人啃那个。废话多的人，这不就算了？好了，把那个吃。
好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在这里哈，挂了挂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拜拜，散会散会。